很多人都说娱乐圈很难有真感情，就算当时真的相爱，也很容易因为这个浮华的圈子而迷失本心。尤其是这些年不少在外甜蜜的明星夫妇翻车，以至于很多吃瓜群众嘴里喊着再也不相信爱情了。但凡事都有例外，很多事情并没有那么绝对，哪怕是在娱乐圈这样鱼龙混杂的地方，也有不少相爱了几十年的真夫妻。比如张智霖和袁咏仪这对夫妇，他们相爱了多年，婚姻也有几十年了，但是爱情却一直都在，而且并没有因为时间的流逝而有太多变化，依旧那么恩爱。别看两人很年轻的样子，实际上也是老一辈的演员了，很有实力，这几年也参加过不少综艺，但是两人的相处模式不要太有趣，因此观众们特别喜欢他们。不过亮亮一直不把自己的美貌当一回事，在节目中也经常素面朝天，难得化一次妆也不太认真，因此只要袁咏仪化上精致的妆容，那必然还是很惊艳的。这不，二月十日的时候，芭莎珠宝官方就发出一组张智霖夫妇拍摄的英伦复古大片，夫妻俩合体就撒了一波狗粮。在照片里，两人甜蜜的依靠在一起，张智霖还是一样的帅气，而化了妆的袁咏仪简直不要太亮，让人想起了香港小姐时期的她，好像瞬间又回到了那个时代。看到这组照片，试问谁不会惊讶两人的颜值？过了这么多年，岁月好似对他们格外宽容，实在是让人羡慕。张智霖的这张脸就不用多说了吧，三十年如一日，除了好像秃了点，真的没有太大的变化。而袁咏仪这些年的确有些不修边幅了，但是依旧能看出来年轻时候的美貌，她的模样是属于那种明艳的长相，第一眼的时候就足够惊艳，在那个美女如云的年代脱颖而出，还被大家称之为亮亮，可见是有多漂亮了。张智霖和袁咏仪这些年一直都是老夫老妻模式，这次也不例外，颜值超高的两人十分默契，哪怕表情很认真的模样，实际上也是甜蜜的很。话说认真化妆的亮亮真是太美了，难怪张智霖那么喜欢她呢。那个年代的明星大多都很长情，那么除了张智霖夫妇，你们还知道哪些呢？